是扫这个QR code，
是我们已经看到了27位朋友哈，已经提出了问题，而且也很踊跃的为彼此的问题按赞。所以接下来我就会我接下来的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完全由各位所决定。那如果来不及回答到全部，那就先说道歉。如果我每个都会看，那如果是想要你的问题现在回答，那现在就应该开始拉票啊，因为问题浮在上面是按照它的赞的数量决定的，所以好像说现在这个最高分的啊是在点歌哦，就是希望我这个先来一首这个爱太痛，因为有位朋友失恋了，真的是这个心里不舒服的事情啊。那但是我第一个我不会唱，对，所以如果多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如果有人愿意就是唱一下爱太痛的话，可以举手。因为我们除了 Slido 上面的提问之外，也很欢迎大家举手发言。我们这边应该有不止一个麦克风嘛，有数位麦克风，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啊。那所以就可以大家有数位正位一起讨论。所以如果在中间大家有任何想要分享或想要追问的，那也不一定要透过 Slido 的方式，如果举手的话，我会给你麦克风，那你就可以现场这个表演一下，或者是现场提问啊。那有没有要支援的？有没有要支援？那这个题目就只好这样子，不好意思啊。那有14位朋友问说，这个问题比较长一点啊，问说：大哥你好，我是事业经营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行销金融人资这些管理的课程，但是只是略微接触人资这方面的概论。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未来的计划是对说科技相关行业或者领域的话，例如像这里面临是政府这些社群的发展应用，那怎么样子弥补科技领域上的缺憾？那第二个是毕竟想要了解到您未来的认识有没有什么话语的能力，使能重新调整自己的自由与未来迈进啊？谢谢您的回答。这个应该有回答，那后面那个希望我 rap 一下啊。那跟这个节奏。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棒的题目，因为我们在科技领域的缺块上面，其实我们学到不管什么，其实就是有点像拼图一样。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嵌入到整个社会里面，但是一定都是充满了缺块嘛。就像一个拼图上面，从任何一个拼图的那一块的角度来看，其实所有其他地方都是它可以去填上的缺块。所以我是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是非常好，表示说你没有被单一的学系或者学院的这个 scope 的范围所限制啊。那如果要问说要怎么样子弥补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还在校的时候就开始创业。那以前我们讲到创业，感觉上就是你要就是你知道转错啊之类的。那我到大学教人中错好像也怪怪的，虽然我自己中错，老师国中中错。对，那但是现在的创业是不需要离开大学，就好像我有很多朋友做社会创新，他本身还是在传统产业也好，或者在军工教也好，但是他有一份全职。那这位朋友提到GDP领事政府，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转换，好比像说一开始的国菜价的那个摊贩，或者是说IIE 就是台语的乡民词典萌点啊等等这些，其实很多的贡献者都是公务员。那但是这些公务员他下班时间之后就变成了乡民，然后他是用乡民的身份来进行这样子的创新创业。所以各位虽然现在full time是学生，但是其实也可以就是在下课的时间就开始参与创业的事情。那从教育部的角度来看，其实有很多的 program 专门做这件事情嘛。 USART 当然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像在 USR 或者身边里面有非常多都是鼓励大家在学的时候就先试一些点子。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如果你出了社会在创业，创业失败的话，感觉上好像你自己要背出交代。但是如果你还在学的话，那你没有创业失败可言。所谓创业失败，就是你有一个 study 可以写一份paper 啊，可以写一份小论文啊，可以做一个 capstone 啊，反而还有学分啊。所以就是创业失败还有学分可以赚，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鼓励大家还在学的时候就试试看来创业。那我们也有自己办公室也有这样子的学程，因为我们是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嘛，公共数位创新空间，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招募实习生。那我们的实习生也非常的简单，叫做 RAY 这个计划 RAY。那RAY这个计划什么意思？
就是它叫做 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来救救政府，青年救救政府网站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因为这是已经是第四年，然后我们应该下个礼拜吧，在第五届的招生讯息就会出来。那大家都做什么呢？就是去看自己最看顺眼的网站，然后去告诉他你要改，然后去找其他也看不顺眼这个网站的人，然后去倾听他们到底看不顺眼在哪里，然后一起想出怎么样改比较好。所以像台湾就业统啊，台北市立医院啊，台中的社会局啊，基隆市的居住资讯网啊，劳工保险计划系统啊，台北市民服务大平台啊，或者是青年署本身的官网啊等等，都是上一届的学长姐们看不顺眼的东西。那当然他们就花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去做这样子跨学门的整合，有些人负责资讯设计，有些人负责应用界面设计，有些人负责专案管理等等。那所以无形之中就是可以学到一个小小的 startup， 但是它可能只存在两个月到六个月是怎么样子运作。那二方面是说并没有成功或失败的，因为这反而就是你的 portfolio， 那你分享出去之后有些成功人看到之后也会启发他们进一步再去做创造的一些意愿。那像我们去年的案子里面，像青年署的官网现在就完全是有这些实习生在带着厂商设计哦，所以不是你去打工，而是你去当专案顾问，然后去请厂商来配合你，所以其实站在甲方的这个角色。然后或者像在前一年的那个一站式登山 ，Hike 点台湾点 GOV.TW， 就是如果你要登山，以前都要在四个不同的网站分别申请，如果是讲英文的人，只能用传真哦。那就是在我们的见习生的协助之下，变成完全一站式就可以去进行申请。那这样子的想法呢，他们就启发了当时有一起来的海委会的朋友，所以我们登山的叫 hike 点台湾 GOV.TW， 但是 hike 就叫 ocean 点台湾点 GOV.TW。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 ocean 台湾的话，其实就会看到说，完全就是用一站式申请的上山致敬的方式，就启发了海委会的朋友也去做向海致敬的一站式的网站了，去做任何海域的游憩活动、海景海象等等的这些，都可以用一站式的方法来处理。那这个就很像 GMB 我们说拆政府原地重建了，看不顺眼什么点 GOV.TW 的网站，就自己弄的什么点 GMB.TW 来当这个代用政府。但是我们现在有各种方式，就大家做出这样子的代用政府的网站之后，那就可以很顺利的，可能半年、一年，它就可以落地，就可以整合为政府的本身的网站的数位服务。所以不管是透过 REACH 计划或其他 REACH 公部门的职场实习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大概是这样子的答案。那有45位朋友提出一个权益仪式一个程序动议就是说拜托我讲话可以慢一点嘛，那哭哭脸快要跟不上了我讲话就是这么快没有办法修正。那但是我可以在逗号的地方多停一下，那让大家比较有机会，就是在逗号的时候稍微理解我刚刚讲的什么。其实我讲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停顿，只是因为停顿的地方都是逗号，那逗号都只停可能1/8的音符这样子阶段，所以就是在大家还在理解那句话的时候，不会注意到我其实有换气所以会有一种好像我一直都没有换气的这种主观的幻觉会产生。好，那谢谢这46位朋友的提醒。那我从现在开始，特别在逗号时候，还有分号以及顿号，还有句号也会多停一下，可能会停到47个音符。好，那就这样子处理。那刚刚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是说，我如果碰到就是不舒服的事情、难过的事情，或者是挫折的话，是要怎么样子处理？那这边也有这个30位朋友有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嘛？其实真的发生的时候，我就真的没有什么。那但是我的做法就是一整天下来，强迫自己真正有睡着的时间，加起来有到8个小时。所以如果那天真的睡不好，半夜醒来，那只睡了4个多小时，那我就会在午休的时候，在下午的时候，在任何时候凑起来，然后不管4+4+0，或4+2+2、4+3+1等等的情况，反正一定都是要加起来到8小时，我才能够恢复我的function。那这个其实最近有很多书嘛，叫人为什么要睡觉，那就是讲这个道理。因为如果有睡
昨天就是最近几天的感受到低水经验整合成可以调整的未来怎么样不会再犯一样的错误，或者是未来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简单来讲，创新的能量是在睡眠当中整合出来的。那但是如果没有睡够的话，那醒来的时候就是之前的反应都还是存在，所以碰到新的情况的时候就会忍不住还是用之前习惯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但是既然情况都是新的了，你用旧的方式处理还是不会有很好的结果，那所以就会变成还有更有更多的情绪，那你又更睡不好，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了。那但是这个循环要打破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有一天有睡到八小时就打破了。所以我是觉得说碰到尤其是像这样让大家很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像我就是把手机关掉啊，静音啊，怎么样，反正就强迫自己躺着，一直躺到能够睡为止。那能够做到八小时，醒来就会开始想到一些在我的位置上，以及我的专业啊，好比像说我们要用 AI 去做那个变波的检测啊等等，这个好像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就会聚焦在也许我接下来可以帮忙的事，而不是聚焦在好像我已经不能够改变的那些事情上面。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处理方式。叶文德这位朋友问说，请问我是一位政委还是数位政委啊？那我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位问题，是49位的问题嘛。所以我的title 叫数位政委，那数位也就是很多很多位，所以任何人只要看到我，那他可以用各种方式看到，好比像说可以用名义等图的方式看到嘛，有人可能也还记得说，各位会做那个什么唐风过台湾什么脑波喷片啊什么的那个梗图啊，他们做的时候没有问过我，从来没问过我的同意。但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我的这些照片啊、肖像权啊这些我都完全抛弃掉，是放到一个叫 Creative Commons CC 授权啊。那现在文化部市场中央各部会啊，教育部其实更早，都鼓励大家把不管是教材啊、教案或是资料、国家记忆库等等，都用 CC 授权把它公布出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是只是一位了，就一下就变成数位。任何人想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问他去使用，而且使用的时候只要注明他的出处，那他可以再去进行改作、二次创作或者是三次创作。那所以举例来讲，像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Freddy。那他还蛮喜欢唱歌的，唱得也不错。那所以后来他就问我说，他的那些歌，我们自己过年年假的时候，在家这个练他的那个和声的声部啊。那我就说可以啊，那但是我的条件也是我的这些录音档啊，以及他remix 之后的档案都必须用 CC 授权把它放出来。所以下个月就是他开唱，那些素材就会又变成素材库的一部分了。我也不知道大家会拿去变成什么样的。那但是就是所以他们在大纲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我先试出大家都可以使用混搭的素材库，就好像日本的那个饶舌乐团都是 Monos 一样，把我一段访问的稿子然后做成饶舌乐，那这个也都不需要先问过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确实我是数位政委，因为在我们这边演讲的同时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我的二创啊、分身啊等等啊，在各地正在进行怎么样子的活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当然一开始需要那个玻璃心要就是强化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会拿你的肖像去做什么嘛。那但是习惯之后就会觉得说，真的我现在看什么都是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其实对个人的修养啊也是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边还有个党工在进行招募的活动嘛，有五十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我有没有考虑加入国民党啊？以前为什么有没有考虑？我当然没有党派。那我一开始跟行政院合作，确实是在当时应该是毛治国院长的时候，2014年底那时候，他们邀我这些有帮忙占领立法院。讲好像奇怪，有帮忙那些占领立法院的人去免受沟通的这些人，到行政院去担任专案顾问，所以就是很多。那当时我都答应了，那但是条件就是说我主要是跟事务官工作，政务官是当然他是大家投票，然后投票组成内阁嘛。那但是事务官他是不管怎么样投票，他反正就是在这边，他是
但是政务的拟定方案都是政务官跟立法委员等等讨论想出来的。那所以我们的法律系统很有意思，就是当法案它在草拟的时候，是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党派色彩的地方，就是行政院的院会。那像我们政务委员、数位政委 ，exactly speaking 是九位政委，现在有九位政委。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七位都是入党籍，而且一直都是在，不是只有到这一届才是在。那在整个内阁里面，无党籍的人是比任何另一党派的人还要多的，所以在行政院里面是一个比较不受政党影响。那我们提的草案到了立法院，那四大政党才会在那边进行党派那边的讨论。所以我当时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所谓公仆的公仆，就是我不是跟特定的政党合作，而是我是在跟我们的公教人员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他们不会在现在这个网络民主的时代承受整个社会的压力，但是又没有办法找整个社会的人来一起帮忙。因为很多威权时代公务员服务法等等的各种限制吧，所以导致说他们现在要为这个所有的决策，以前是只要跟长官交代但是现在就是整个乡民任何其他人都会要求一份交代，如果拿不到就会跑去占领立法院所以他们的那个压力变得很大。那反过来讲，可是他们又不能用个人身份，像他们参加居民，在当时甚至都还是要隐姓埋名那因为公务员服务法里面有一条说，即使你用个人身份，也不能发表关于职务上面的任何相关的意见。那这个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基本上是威权时代留下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只好像在 PTT 上面就会说那我这个突然之间撞到一个东西就晕倒了，然后就做梦在梦里梦到了什么之类，然后这种很奇怪的方法来去进行分享。那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好，那有更好的方法，就是随时都能够说那你请你来嘛，我们开门造句等等。那这个就需要一套刚刚讲到这种激进透明的这样一种系统，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建立这样子一套系统，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我担任政委之后，我跟6300多人讲了318000多句话在1600多场的会面里面，那每一个都是有逐字的记录，这个不是只是我们的摘要而已，而是 like literally。我们像说一开始电子竞技的那一场的协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部会的每个相关的公务员的每一个论点还有最后的总整等等，这些都具体的可以逐一检索的放在网站上。那这样子其实它也是一种组织形态，只是它跟传统上面的代议政治，就是由人民选出代议士，政党就是这些代议士共同理念的结合，完全不一样的系统。这个是参与式的、审议式的系统，那边是代议式的系统。所以我们现在这两个系统并存，有点像双核心的电脑这样子。但是我如果现在去加入特定的政党的话，那我就会是释放一个讯息，就是那大家就不会是好像都可以来看我分享的资讯，我就会有一些分析一些想法，只跟某个特定政党的人来分享。那这样我这一套就完全破坏掉了，所以我不可能去加入特定的政党，就是这个原因。就算当时我非常支持的一个政党，我也没有入党，就是欢乐无法党。不过欢乐无法党后来解散了，那解散了那就解散了吧。对，那但是欢乐无法党，我觉得就比较接近我的政治理念了，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的传播者，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们叫好像什么大法师或是什么之类的那他们的概念就是只要不要出征不要在网络上面彼此攻击，那其他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当然关于香菜的部分我就没有参加那个讨论，但是我有送他们一盆猫薄荷在这个创党的时候。那这是我跟政党政治最靠近的一次，就是欢乐无法党成立的那个时候。那在那个之前和那个之后我都不会加入任何政党的运作，主要原因就是我运行的这一套方法，它的前提就是我是跟事务官一起，跟所有人一起工作，而不是说只为特定的政党来工作。那今天有位寿星卓友廷，卓友廷同学有在现场吗？好，对，是真的。谢谢。
生日来看我演讲，这样很开心。有五十六位朋友问说，喂，你好，想请问委员对夜妈课纲的看法。因为委员是受体制外教育培养的，那想要改变体制内教育的过程里面啊，夜妈课纲是不是走在期待的道路上？我们刚刚有看到我的这个竹子岛的网站啊，但是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一开始根本不是我当正委的时候的竹子岛，一开始是我当课发会委员的时候的竹子岛。我是夜妈课纲课发大会第四次大会，2015年8月3号，那时候进国教院的课发会。那当时是何华威院长打电话，然后问说我要不要这个加入哦。那然后他就当时是就是方兴哲委员跟我们一起加入。那我一进来就提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案子，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我们讲的每一个字哦，这个我都打字把它打下来。那为什么是当时有这样子的一个提议？就是因为当时我会接到那个电话，就是因为林光华同学的事件嘛。那大家当时觉得说，整个课纲审议、包含微调等等，大家都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它的结果。那中间大家要抗议，其实你也不知道抗议什么，因为整个讨论过程完全没有办法为人所知。那所以就是所谓的反课纲黑箱微调的那个事件嘛。那但是在当时的课发会的运作的要点里面，又说课发会不会做这种记录，那课发委员也不能够请人来做这个记录，所以唯一能够做记录就是课发委员本身。所以我当时就拿着手机电脑，然后一面听大家讨论，一面打字。所以当大家看到的包含这个第六七次的或者第四五次的全部都是就是我一面开会一面打字打下来的。然后那打完这些字之后，当然我也要取得其他人的信任，因为其他人如果讲话是这个意思，被我记录成另外一个意思的话，那他们当然就不会让我记录了。所以我还特别寄给所有人去确认。那为什么我在这边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课发会的示范，当然到最后没有改变要点，没有逐字公开，我们也能够聘任就是专人的速录师来帮忙做记录等等，这个就蔓延到了接下来的复审会。所以本来在反黑箱课纲微调的很多朋友，其实就进入了复审会，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或者是以各界人士代表的身份。所以可以说是夜妈课纲它里面的各种设计，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等等，我们都可以回去追溯到当时它在课纲的复审会是怎么被讨论的。我们考虑过哪些不同的选项，哪些最后参采了。那这个对于各位之后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授权每一所学校自己的课发会回去看我们在课发课审大会上面的所有的讨论的脉络，然后如果因为时间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好像当年没有去发展目标，现在又有去发展目标，所以大家开始想一些新的做法的时候，你可以接上原来的脉络，而不是变成说好像就是总纲领纲上面写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所以它是翻转了一个关系，就是以前各校是国立殡仪馆或国教院的执行证，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好像抛砖引玉，就是提出一套我们当时觉得好像可以自圆其说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的说那你要怎么样去实践出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纲因为有大家的参与，特别是学生的参与嘛，它变得从本来很刚性的课纲变得比较柔性，就是它的约束性没有那么强。那每一个老师不管透过烘焙社群像孟门这些社群，那或者是透过跟在地的社区大学，或者是大学生的责任，或者是社团体系啊等等的这些衔接，你想到一个更好的加深加广、更好的教材教法，那你就可以回去看一下各方课程会怎么讨论这件事情的，然后你就好像也在现场一样，那你就可以去提出你的想法，以及这个想法怎么样衔接到你的教学现场去哦。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们有一台录影机在这边，其实没有拍到大家，只拍到我们，但是就是每一个人来拜访，或者我当主席在开会或怎么样，其实只要放录影机或者有逐字稿在这边，突然之间每个人的讨论的品质都不一样。就是大家都只会讲一些对后台好的论点，或者是对大家都好的论点，
就很少有人会去讲那些只对他自己好，或只对我们两个人好，但对大家都很难的那种问题。因为黑箱他的意思就是不想让外面知道嘛。但是因为我们这边都已经讲了说，之后的后面子子孙孙呢都会看到，所以如果到我们的两倍以后、三倍以后、四倍以后回来看，然后说哦，原来就是你们这些大人之徒，这个你们这个 generation 这个世代的好处，但是却造成了很不良的环境影响啊、碳排放什么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很糟糕嘛，就不是很好的前辈。所以每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就是有极尽之同名的场域里面，往往都会变得真的变成比较好的人，就是比较照顾到自身的人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当时的特法会、特审会以及后来我到行政院里面，大概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我期待的道路或能够，并不是特方往特定的方向发展，而是它发展的时候不能够不让在座的大家去做二次创造、三次创造。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二创、三创概念也是一样的。有49位朋友问说，看您的故事都是您在国中的时候曾经罹患过一阵子，出来时听你描述，你看起来更加平静了。想请问委员，在面对社会事实跟人际互动之间，如何维系自我心境的平稳呢？当然刚已经讲说一定要睡到8小时了，这个我就不特别再讲。有另外一个很常讲的就是精神按摩嘛。精神按摩这个概念其实是我在就是开发 Siri 帮忙 Siri Team 的时候想到的。大家如果没有用过 Siri， 可能用过 Google Voice Assistant 或者 Alexa 或随便什么就语音助理。那我们当时在开发语音助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写剧本了，我们一个剧本组，而且都是找各个语言的那个诗人，我们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有文学创作经验的人，因为他们才能够用很简短的方式，然后善用就是一个人的注意力，然后让他知道说，那电脑已经了解他的意思，或哪里还不了解他的意思，去跟他对话。那 Siri 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子去挑衅他，不管你怎么样子想要激怒他，不管你怎么样子想要谩骂他等等，他永远都只挑里面有建设性的那一部分来回答。那为什么？是因为不然他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会把在网络上面也好，面对面也好，任何让我可能心情激动或者不舒服的事情，我都把它看成语料。那语料是我们计算语言学的一个专有名词 ，corpus， 就是语言的材料，让我更了解你的材料。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你怎么样，我反正都觉得，那这样只是让我更了解你的方法，感谢贡献嘛。那但是我的回应就只对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去回应。那我几乎会不回应，因为不回应好像有一种我已经不在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不会去把这个冲突升级，因为那样子的话浪费彼此的时间。那所以只挑有建设性的部分回应，它也是一个类似表演性的一个动作，就是让所有在旁边的人、围观的人看到说，哦，原来只有有建设性的那一部分、有创造性的部分才能够得到回应。所以就是所谓拥抱小白嘛。那但是其实所谓的小白或者是乱入白母等等有很多词啊 ，troll， 他在网络上会这样子表现，也是因为他在平常的人际关系里面比较缺少那种长期的稳定的 relational 的关系，而都只能用 transactional， 就是激怒人，然后获得三言两语，可是接下来人家也不理他，所以他只好再去激怒别人了。的这种很难长期维持的关系嘛。那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很可以预测的，就是我只要有建设性的部分回，而且一直都会回，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无形之中也被鼓励说，那就不要那么白目，就开始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练习的。那我自我维系的方式，除了睡过之外，就是在每一个互动里面都找到可能可以解释成有建设性的那几个字，然后就只回应那几个字，差不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练习。好的，有56位朋友们想要问这个，说如果我能够一拳把我自己打死，那我算是强壮还是虚弱我想在打那一拳的时候是很强壮，那被打死之后就很虚弱了，所以是从强壮进入虚弱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可能就是不要模仿比较好。有50位。
位朋友还问了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啊。委员您好，台湾的专任辅导师辅导面临很严峻的处境，师生辅导很不成正比。那在学校辅导法里面，15个班级，设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至少一位辅导老师。那实际上很难照顾到所有学生的身心状况。那想请问，近年有没有可能推动辅导教师人力增设修法？第一个是说，当然可以，就是当然可以推动。我们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修法，都是从我们公共政策的参与平台、众影平台大家的联署的提案开始。众影平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民教育。如果在座有未来要教公民教育的话，是一个很有趣的公民教育的教材。因为我们以前说公民都是说有投票权嘛，那就是说从18岁来算起，或者20岁 depending。那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上面的这些要修法的这个4月28日为儿童保护日哦，第3户囤房税，机场国道全素餐饮哦不售假。这个素食啊，刑法228条，误餐费应该要减低碳排，这个很重要。育儿津贴的排付条款要优化哦。全国表演艺术的竞赛，我老家第三名。等等的这些题目，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反映时事，而且超过1/4都是不到18岁的人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说，你甚至不一定需要是国民，你只要是住在这边，有这边的SIM 卡，让我们能够去做第一次账号开通的认证，那你就自动获得提案的权利。那就跟 Slido 一样，你也可以取一个笔名来提案。所以像那个提案说要把塑胶吸管在外带的像类似珍珠奶茶这样子逐步禁用哦，变成对环境比较没有负担的这些非一次性的餐具。那那个提案的提案人当时的名字就叫我爱大象，大象爱我。那所以我除了知道他很喜欢大象之外，完全不知道他是谁。那但是我们都想说，瞬间就5000人来联署，一定是团团大佬吧。那但是一见面发现，他才16岁，才刚满17岁。那然后王学宇，然后我就问说，那为什么你会提案？然后他就说，这是我们公民老师给我的作业哦。所以就是现在的高一的学生，很多人的公民老师就是要他发起一个社会运动来促进修法，来当做他的随堂作业而且还成功了，因为现在真的外带，除了疫情严峻的那几个月就是有稍微恢复一次性之外，现在又回到不能够一次性了嘛。所以这个提案其实还蛮成功的哦。那所以好比像说，这边也有关于这个心理的健康的学习单元嘛，天竺鼠车车啊，不是那个山竹鸟等等的这些提案，那它是非常多。所以我具体建议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串联实际在第一线的现场的，不管是有辅导老师的需求的辅导老师本身，或者是学校的行政人员有看到这件事情的，那就实际在这个平台上面，不管你的提案被采采速度怎么样，至少第一个你会认识承办人，你会认识相应的教育局的各界或教育部的各界的业务相关人士。那二方面，因为教育部现在对于这些提案有一套审议式的处理方法，向大家反映那个学习历程档案上载，这个档案太大会宕机，档案太小也会宕机，档案格式不对也会宕机，运气不好也会宕机，月圆也会宕机哦，等等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那当然学习历程有很多别的这个要讨论的啊。那教育部就直接开了一个审议式的活动会，而且也事实上就是有 focus 聚焦问题之后，到现在就修好了，所以它的反应速度已经不是像以前一年才反应一次，现在是60天就会反应一次哦。所以我具体建议就是先提案，然后先找到5000人，然后先组织成一个类似倡议团体。那不管你的提案被采采程度怎么样，至少这个项的社群的连接就存在了。那之后如果是要找党团、找立法委员，或者是找所有相关的这些就是民间的社会部门其实都有一个正当性，就是说我是这个提案的提案人这样子的正当性，这也是直接民主的一种体现嘛。所以大概这样子跟大家回应。那如果细看那个平台，真的教育相关的非常多。有48位朋友想要问说，委员好，我一直很敬佩您对于性别的观点以及对性别议题的
的关注。想询问说，尽管同性婚姻通过，其实只有婚的部分，并没有通过同性结婚通过，但是社会中的偏见、歧视还有误解仍然存在。那政府跟民间应该要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现象啊，并且推动民众理念的改变啊？当然就是我们结婚不结婚这个社会创新，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子通过俗称超连结法案嘛，就是弄一个专法，但是专法就是全部超连结为民法，那但是只连结两个人结婚的部分，但是完全没有去碰两个家族结姻的部分，所以就是长辈们就是2008年变成登记婚以前仪式婚，就是家族的长辈们不会觉得自己的仪式婚受到威胁他们不需要去发明就是媳啊、儿婿啊，大概16种各种不同姓的称呼。那但是结婚的部分就是完全都一样，而且所有的权利义务什么都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还更好。那所以我们当初是透过这种方法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动民众理念的改变，我觉得也是要透过这样的方法来处理，就是让大部分有这样子的歧视的民众了解到说，这并不是去破坏掉他本来对于婚姻，特别是对结姻的这个想象，他是在就是权利跟义务的关系上面多出一种新的关系。那这样子一种新的关系，他享有一样的结婚的保障，在平等权上面是一样的，但是在社会意义上面，并没有要去扰乱旧的社会意义的意思，而是建筑出一种新的意义哦。我也有听到有些这个异性恋觉得说，不是很公平，因为就是因为异性恋还有对双方什么家族什么互相抚养之义务，但是因为这个没有结姻啊，就没有啊，就是必须要另以契约定制才有啊等等，所以专法优于民法。但是这个部分先不去处理的话，那至少我刚的那样子一种思路，以我的经验是任何年龄层都虽不满意，但是他可以接受。那从这个可以接受开始，那就可以开始分享一些就是在相处上面啊，或者是在社会的接受度上面啊等等，也有哪些很具体的东西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加油的。举例来讲，好比像说，像当时去年4月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小男生打电话到1922说，我是小男孩，但是我只有粉红口罩，我的同学都有蓝色的口罩，那他们会笑我，所以我不敢去上学啊等等。那当时隔一天嘛，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每个部会都有专门来回应，像中文平台上面提到的这群朋友，那卫福部的那一位就建议我们指挥官跟他所有的同僚都戴上粉红的口罩，而且建议指挥官加码说粉红豹是他小时候的英雄偶像。那所以他这个小男孩就非常变得很酷的一个小男孩，因为只有他才有防疫英雄及防疫英雄的英雄的颜色。对，那但是就是你想一想，就是如果他是采取一种冲突性的去说霸凌是不好的，或者是说不应该歧视，说真的不一定有用，这真的可能没有用。但是因为他是透过以身作则的方式，他透过创造性的一个思考，他颠覆了粉红色的意思，所以忽然之间就是各大品牌都变成粉红嘛。那4月那2-3个礼拜，几乎到处都看得到粉红色。对，那所以同样的就是不管粉红也好，彩虹也好，它都是一些你可以透过艺术、透过设计、透过创造，让大家更习惯，而且更觉得说，哎，这样也不错，这样也蛮好的的情况。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民众的理念就可以是向着很开心的那个方向去转变，而不是好像他不管做什么就觉得啊，我被指责了啊，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啊等等，好像会陷入一个不舒服的那个循环里面，大概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很多艺人透过音乐啊、电影啊、戏剧啊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做法。有45位朋友们问说，应该怎么样子维持创新的心智啊？好，那所以除了拥抱小白、这个精神按摩、羊水狗之外，我自己还有常常在做的一个练习，就是所谓的选美延展 Take All the Sides。就是每一次我如果看到有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一个论战啊怎么样，那有各种不同的议题的正方、反方、各方，我如果发现说有某一方，我看到的时候就脑里会有一种怎么会有人这样想的这种感觉的时候，那我就会告诉自己说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应该要去跟这些人多混一阵子，我应该要去问他们
的生活，他们不管在哪里，我应该去实际看看别人的情况。那直到我真的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讲出这些话，我不一定要为他们讲这些话背书，但是我必须要能够进入他们讲这些话的心情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选民编站的能力的话，慢慢我们就不是由创造力所决定，我们慢慢就会是以品味所决定。就好像你喜欢喝某个就是味道的酒，或者是吃某种味道的东西，那这都很棒啊，是美食鉴赏都是很棒的。但是慢慢的它会变成好像把跟你品味不一样的人排除掉，那以至于说不会根本就看不懂说为什么会有人吃这种东西，这种酒为什么还有人喝等等的这样子的转变意识的情况就会开始出现了。那但是其实去稍微体验一下其他人的立场和想法，一开始虽然可能就像我讲的玻璃心嘛，就是可能要稍微加强嘛，强化玻璃一下。那但是它很容易就变成习惯，所以后来我的那个玻璃心完全是没有碎裂的问题的时候，就在我的工作上也没有帮助。好比像说像去年我们推出2月6号合照实名制，在邀请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就觉得那个有合照地图嘛，台南的两位朋友发明的很棒。那但是其实药师也在发号码牌。那只要有发号码牌的地方，口罩地图就不准，因为口罩地图是靠刷健保卡来及时的更新的。但是你发号码牌设健保卡，到中午才来刷健保卡，到傍晚再回来领的这些药师，那他们就会觉得不生其扰，因为就会有一堆人看口罩地图，以为他还有，但其实他号码牌已经发完了。所以我附近就有一个药师，他在门口贴不要相信代表惊叹号，就是每个字是一张 A4 纸哦，跟那个惊叹号自己一张，就是斗大的字贴在门口。那你想，我如果当时没有这种选民编站的训练的话，那我可能就只会觉得很受伤而已。那但是因为当时我已经有这种选民编站的习惯，所以我就直接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走进那家药局，然后赶快给他买一些冬虫夏草什么的。那但是就问那一位药师说，真的很抱歉造成你的麻烦。不过如果你是我的，如果你是说我真的，你会怎么做？这样，那其实这就是开门造君嘛，你行你来嘛的精神。那其实他们后面有一个年轻药师的群组，实际上就崩溃了。所以他们讨论完之后就告诉我说，那请让我按这个键，就从地图上消失。那我就回去跟健保署也是做了这个功能，所以他号码牌发完的当下按一个键就从地图上消失。所以这两个社会创新，就是地图跟号码牌，才有可能变成互相加强，而不是像一开始互相取消的这个情况。那但是我如果一开始就选就是卢家伟江明总那一边站，然后去跟指挥官说，就明令要求药师不得发号码牌，那这样就爆炸了，当时就已经够辛苦了，我还要让他更辛苦，这不 work。 但如果反过来说，那我要求这个口罩地图都要下架，这个也不 work。 所以真的必须要能够选民编站才能够维持一个创新的心智，这是我的第一手的经验。好的，有44位朋友想要问说，老师您好，我的朋友柯同学，这位朋友是柯同学本人，所以你先承认你就是你朋友。就是这位率先承认自己是自己朋友的朋友说，在性别认同方面有些迷失自我，请老师给他一点鼓励，指点迷津呢。谢谢老师。好的，那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要跟自己和好，要当自己的朋友。不过你刚刚已经承认了你就是你朋友，所以这点已经做到了，你真的已经是自己的好朋友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性别认同它不一定要是单一的。我常常是说，我常学一种语言，我现在大部分是用英语在想事情，事实上工作上的事情，只有生活上的事情我是用汉语在想。那但是这个也不表示说我就是什么样子的人嘛，对不对？这是说我有这样子的能力。那每个人的认同，它一旦变成自我限制，就是我只是怎么样子的人，那就会回到我刚才的那个品味的那个问题，就是那我认同这个品味，那别的我就排斥它。那但是如果你只是说我有这样子的能力，像我现在跟记者啊、国外的朋友们分享我
跨性别立场，我都是说，我有过两次青春期的经验，那这个是非常中性的，就是不管访问我的人，他的青春期是怎么过的，我跟他有类似的经验，但是我不会说，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在性别上面，那所以这样子的话，他的展现的这个光谱就不会受到限制，不会变成好像明明是彩虹，但是你只留下红色的部分或者紫色的部分啊。那我会觉得这是可以想一想的，就是性别它是让你能够更多元的去了解其他人的感受呢，还是它是在限制你，让你更不能够了解其他人的感受呢？如果是前面的，我就很鼓励你继续这样子发展；如果是后面的话，或许可以想一想，能不能够就是稍微转念一下，就是选每一边站，这个也同样像刚刚讲，主要是文化的部分，但是它也适用在性别的部分。那有54位朋友问说，要避免这个玻璃心碎掉啊，那请问要改变玻璃的本质，还是要加强外在的保护啊？当然像我的手机虽然理论上它已经是强化玻璃了，但是我们是有放一个就是保护膜在外面啊。那其实那也不是因为我不相信那个玻璃已经强化了，而是我觉得说反正不管怎么样子多一层防护还是比较好。那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防御的纵深，就是每一次当玻璃心容易碎掉的那种社会伤害或者是攻击或怎么样发生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办法预料它是从哪个角度来的嘛。那不管是在社会关系上面，就是你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特定的界限，好比像说你每天就算加班一定要睡到八个小时，那大家可能在我睡觉那八个小时来打断我睡眠，那这个就是一个时间上的界限，或者空间上面的界限，或者是互动上面的界限等等。那这些每一个都有点像是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样子，但是这个保护壳它不是一个借口说那就不跟人真心的互动，恰好相反，它是说在你真心的互动的那25分钟，那一个番茄钟，你是全神贯注的，愿意被对方影响。那但是也只需要被影响到这25分钟，然后之后我就想到5分钟了，先休息一下，就是番茄钟的工作法。那25、5、25、5这样子运作一阵子下来，那我同事都知道说他不可能立即得到我的回复，但是他等半小时就可以得到我的回复。那他不可能说立刻就在我这边得到全部问题的答案，但是他如果自己想出在这半小时里一些答案，那我可以把他征服。所以这个也是给对方一些创造的机会，不会变成好像纯粹的依赖关系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些当你习惯到一个程度，它就变成本质，它就变成内化了的习惯。但是当它还不是习惯的时候，你有一些外在的甚至比较仪式性的东西，好比像说像我在下班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笔电就放在我的司机的车子的后座的那个就是后座的背带里面。那这个对我是一个仪式性的工作，就是就下班了，我之后就不会再碰到键盘，那之后也不可能再写长篇大论，因为不然我就不可能下班了。在网络上随时都是有很好的点子，希望我能够来参与创造的朋友。那但是我告诉自己说，那我这样子放到这边今天就结束了，那不管怎么样我在此刻 email 就回完了，之后再来的 email 都算明天的啊。那像这样子告诉自己，那其实也是无形之中在自己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影响的，可能快睡着的时间，不会在那个时候好像突然气急攻心回一封 email， 那醒来再后悔啊，这样子的情况就不会发生。所以外面的结构慢慢也就会变成内化了，这两个是在一起的。这个问题比较长，念快一点。喂，你好，我想询问我们的篮球课老师，大了一半的人，他标准脱衣外，每个人努力来做调配。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不同的身体素质。对某些人来说，要2400公尺要过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某些人努力了很久，但是只能打破，连乒乓球都没有。导致我们很多都打消了像我们的权利。今年开课开了100多人，如果是您会努力的争取自己的权益吗？好，那这个开了100多人，有50多人按赞，其实已经过半数了。因为连这个提议的这个人哈。不是很科学啊，因为按赞的人不一定是修课的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看，不是只有你这样想啊，有50多个人都这样子想。那第二个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是透过匿名的方式，
提出来，它就是让这个变成一个 social object， 就是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摊开来讨论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觉得是争取权益最重要的一步。我还记得这个上个月，我透过远距视讯跟日本的福岛的，就是在那个十周年三一十周年的时候，福岛的一些学生，那有些是现在中学生，当年还是应该是小小孩嘛，或小学生的这个年纪。那他们就说，因为他们在福岛事件之后，有一阵子必须要搬到外面。那当然，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其实观光都恢复了，他们又搬回去了。可是他们中间就有一些好像被就是霸凌的情况，就是有意无意，好像他们的外地的同学会说：“你身上有辐射线。”虽然是其实没有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心里面很不舒服。这样，那当然就是理论上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它就是会变成一个 norm， 就是即使这样子做的好像也会被容忍，会变成是正常的，因为就辅导来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当时我给他也是两个具体的建议，一个就是说要跟自己做朋友，要喜欢自己，要了解到你自己的这个经历是其他人都没有经过，所以是你的一块拼图嘛，就是社会是透过你来更认识这个社会的那一个角度啊。那这个部分要先有。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它变成 social object， 就好像在跟国外的数位大臣，就是我讨论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媒体都在场，还有一些全国媒体在场的时候，勇敢地把它讲出来。那讲出来之后，这个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然后这就变成社会评论家啊，甚至他们教育的官员啊，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就说那要怎么样子做，但是只要它变成社会事件，那它就不得不被面对。那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改善啊，不一定能够在你修这门课的这个当下就改善，但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学长姐，因为你是在帮学弟妹去争取他们未来的可能可以改变的这些权益。所以我觉得当然要组织起来，当然要努力争取，而且如果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时候，要多善用这种就是匿名但是又不是互相攻击的这样子一些社区空间，然后它变成一个大家可以集思广益怎么样子做可以更好的想法可以激荡的一些地方。请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这个形状。有四九二朋友问说，就您好，对于此次火车意外失事，您觉得在未来要如何部署主动安全系统来防范这次的事件再度发生？或许未来使用 CCTV 加上无菌网络进行实时监控，或者使用 AI 参与监控，是不是大幅降低失事风险？我这边要先讲一下，就是CCTV 加 5G 通常的意思是说，你把在场看到的全部的东西都丢到云端去做运算，那运算完之后的结果，然后汇集之后再怎么样。但是这个题目不一定需要 5G， 为什么？因为它最后它运算出来的结果其实只有上面是E5应该要赶快停止列车，跟上面不是E5以及它的信心水准等等，那是他判断说要停下来之后我们再去调那个影像都还来得及的这个情况。所以因为 5G 它的耗电量或者是它的能不能够布到每个铁轨所在的地方等等，这个都要等，都有时间。但是其实你只是布一个 camera， 然后在那个 camera 那边即使在边缘运算，就是在它实际搜取资料的那个地方做运算，然后做出判断，这个其实是更有效率的，而且也不会有云端突然宕机了，或者连不上了，或者 5G 的那个基地台本身会怎么样了等等的这个情况都不会受这些所牵制嘛。所以纯粹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比较适合，主要是边缘运算，然后真的需要再辅助传到后面去做运算的这个形状，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确实也是边缘运算到最近一两年才进步到可以做这个题目，因为它的光线照射、下雨、起雾等等的情况都会造成误判。那如果一个系统，如果大家家里有装那种火警侦测器什么，就会知道，如果它这个假警报只要响两次，你就会把它电源拔掉了，之后就不会再用了，那它到最后就变成没有意义。事情，所以他真的要能够想得起来，但是他也不要因为忽然之间一阵浓雾飘过就想起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们的不管是算力或者是研发等等，也是到这两年
才证明说，真的可以。虽然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也还没有做到这个星星水准，但是在育研所、红研院以及民间的朋友的协力之下，目前他们好像有测到一个版本，他的星星水准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们会在应该是今年就开始去发布在编播。那当然，这个跟高铁的状况又不一样，因为高铁它是撞击政策，那撞击政策理论上也是可以，但是它能够处理的情况就没有我们这种影像政策能够处理来的多，所以说不定。就是台铁这套新的系统，如果真的就是最后 work 的话，那回过头来高铁或其他的运输工具也是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提议，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吧。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一些想要学习啊，有心得什么，也欢迎联络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一起就是来 train 这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直接在国网，就是 TWCC.AI 上面做。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你不一定要自己养。GPU cluster， 你也不一定要下载一大堆细节资料，你只要连到国网，然后进入我们的专案，然后开一个那个 Jupyter notebook， 立刻就可以开始调那个 model。所以现在是比较适合大家一起来参加一些公民科学的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已经在那边。那未来这个有没有大家都可以中包的这个几率呢？我觉得是有的。等第一波加入下去，我们也有一开始的这些讯号搜集进来之后，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想说怎么样把这个 training 的 framework 做得更好，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事情啊。有四七位朋友问说，我觉得我有一个自我认同，让我很向往，感觉充满自信，却又保持温和。温和后面放一个惊叹号，叫什么？抑扬格，就是很有意思的修辞。那我们在幼年时期是如何寻找并且确认属于自己的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同感的呢？不论是在学习上面还是在心理上面。我幼年的时候最主要的大概就是靠一开始是对着电脑嘛，然后接下来是网际网络。那我接触网络是12岁，但是在那个之前一阵子已经有参加就是国际 BBS 等等的那个早期的国际网络。那这些网络的共同的特色就是每个人的分享的范围都非常的宽，它并没有设定特定的主题，而且也比较好比像开始国际 BBS 选性别的时候也都可以选什么植物啊、矿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选矿物，然后之后又透过国际 BBS， 然后到网络上 Internet BBS， 之后又进入了 Internet BBS 很像的文字互动界面，但是自由度更高，叫做 MUD 嘛，就是Multi User Dungeon， 就是多人的，其实就有点像 Minecraft 等等的系统，但纯文字的。那纯文字的情况下，你又可以自己写剧本，自己写出各种互动的方法。那所以在上面的探索就让人感到很安心，就是虽然我才12岁、13岁、14岁，但是大家不会觉得说，因为我年纪小，我就不能够有贡献。因为其实在上面你要写109岁是一个什么灰精灵啊什么之类的，完全是你自己就是自己决定的嘛。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试各种不同的 social script， 各种不同社会互动的方法。那在这些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大规模的网络线上游戏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让人生活化的一些地方，只要它是能够有互相创造的部分，而不是只是单一的就是谁比谁名次高啊，所以还是要慎选游戏啦。但是好的多人的这种游戏，我觉得是社会化很好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保持温和也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在荧幕前面激动，尤其当时还是连语音都没有，只有文字的时候，你在荧幕前面激动，你发脾气拍桌子，荧幕另外一端的人根本感觉不到，其实是完全没有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也可以说是早年的网际网络那种，你必须要讲出道理来，你必须要把自己想的状况，必须要能够用一个大家愿意帮你分享的那种方式，有一个梗，有文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的很多社会化的行程都是因为早期的这种网际网络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任何人说自己100多岁，可能就是100多岁吧的那种文化，彼此尊重那种文化养成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珍惜，就是在台湾我们还有就是这样子的开放的文化存在。那我们的 Reddit
就是 PPT 啦，那或现在 B 卡啦等等，也不是就是互相攻击的那种文化居多嘛，大部分都还是在就是比较欢乐以及彼此分享啊等等的情况，当然不是完全这样的逻辑的，但是总之从国际上面相比，我们这边还是比较保留就是早期往届往路的一些风格，没有全部都被就是盖板广告啊等等这些东西所攻占嘛，所以我觉得这种全文字的文化我觉得蛮不错的，那也是让我现在还是可以不管看到任何想要让我拍出自杀电脑很生气的话，我都可以觉得说哎，真的比起我十二三岁看到的其实小 case 啊，那所以就觉得是可以就是很温和以待啊，可能这样子。有38号的朋友问说委员觉得我对生活的热情是什么，以及该如何维持这一份生活的热情啊？那这个也关联到刚刚那个题目的第二部分，说有没有什么特定的话语哦，来让我重新调整自己？我是之前常常大家可能也都有听过，我会引那个 Leonard Cohen 的一句话说，钟能敲响就敲响，十全就是祖母之望啊，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啊。那我碰到，那这是我翻译的嘛？那我翻译这个之前，其实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就是东西不做到至少就是9.99分吧，不会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因为就觉得说，如果就是被看到有错字啊，看到表演方面的问题啊，被看到有哪些faux pas，就是无伤大雅，但是其实会被挑语病的地方啊，我会觉得很丢脸，那其实难免嘛。多创作者都是这样，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常常拖稿嘛，拖到那个 deadline 咻一声，这个从身边通过了，然后才有一种话，那反正都已经过了 deadline 了，我们再来写吧，那种感觉。其实很多就是完美主义跟拖延症是两面嘛。那但是后来翻译到这个歌词之后，真的就是人生就改变了。那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对嘛，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所以有的时候剖一篇文章，我还会特别不去改那个错字。那如果有人看到错字的话，我就非常感谢他，欢迎他，他变成最好的朋友。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做的真的很完美，就是99.99999。那其实大家除了帮你按赞、拍手之外，有可能在做什么事情，你反而丧失很多交朋友的机会。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玻璃心的问题，那有很多不完美之处，大家指出来，就说对啊，你行你来，你来嘛。对我们那个指挥官非常就是擅长这个，他有一些很标准的。好比像说像高环委员这个告诉他说口罩地图其实分配不均啊，不是药师跟人口的密度相同就可以了，是像公务员区也是有关系的等等，那他就直接想都不想就说那委员你教教我们嘛，对，那他在任何就是记者会都是这样子嘛，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你早点说啊，这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这所以就是我其实也跟指挥官学很多，就是他这种几乎是已经是反射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有点像尼马龙效应，他是在告诉对方说，他指出问题，那我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对方一旦有这个就被相信的感觉，他就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人，他就真的有那种 mandate， 他觉得对，我要来解决问题。那但是如果他 defensive， 他说没有啊，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啦等等，那对方就算本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他还是会回到只是批判只是骂人的那个状态去，所以这个邀请的动作是非常重要。那所以就是每天每天都在被指出的缺陷之处，然后每天每天都说那你行你来啊，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生活真的很有热情，因为我每天都学到新的东西，然后每天都认识新的朋友，然后都觉得说那原来我昨天想的真的有这么多不太 OK 的地方，那太好了，那我们就请他改正了等等，那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乐趣了。那他比一时的那种 passion， 我觉得比较细水长流，一时的 passion 很容易就 burn out， 可能一两年然后就是自己就撑不住了，但是因为我这样子的做法，我其实不需要什么 passion， 我就是不断的说对方你请你来看看造句，那这样子的话随时随地都是在一个有热情的情况。有39位朋友附议这个电机的鱿鱼的一位问题那这里是电机系的学生提问，政府现在缺乏技术力是什么呢？是软体能力、验证工程、网页前台、后台 ETC
etc. 硬体能力、工业记忆、系统工程 ，etc. 究竟是缺乏哪一个领域，并且需要人才，或是政府应该如何推动产业跟学术整合呢？业界跟学界，对不起，学界跟业界的技术水平不平衡有解吗？这当然很多个问题啊、哦，事实上是四个问题。不过我不想这四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系统工程，因为这个最后写的是系统工程，它的落差往往是来自说大家非常会分工，可是跨领域的合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专业，但是好像很少有人出来说啊，我的专业就是跨专业，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嘴炮。那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的工作虽然是政委，但是我同时也兼职嘛，我是7个国际社创组织的理事哦，每个都在不同的城市。那所以也可以说，我现在的专业就是斜杠，斜杠就是我的专业。那而且因为斜杠到7个加一嘛，加上政委，所以其实已经变成横杠了。就是我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同时联系至少8个不同的管辖领域的角度，在想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不管解决任何问题，我都一下子会想说，在国际上还有另外6、7个地方可以用到这个解决方案。那反过来，在这6、7个地方想到新的解决方案，我会想说，那台湾是不是像平方投票法啊这些，立刻从以太坊那边想到，我们这边马上就开始可以去利用。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的也是还是业内，像12点国家新课纲想要处理的一个就是跨域整合的这个能力。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发放在最前面，因为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想要透过互动也解决大家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是把其他人都当成可能的伙伴，而不是把其他人当作工具人啊，就是做的更好了。那这3个的核心素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他自己在求学的时候找到值得解决的，但大家都可以自由受益的问题，那就好像你赢在起跑点上，因为其他人还在跑固定的跑道，但是你已经转身跑你自己的跑道，所以按照定义你就赢在起跑点上。那而且你可以跟一大堆也赢在起跑点上的人哦，就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但是都在解决相同的结构性问题的人，组队打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整合的方式并不是一边去配合一边，或者是一边去指导或者是命令另外一边，而是有没有可能有一群人类似像是大使的角色，那他一方面代表某一个领域，但是二方面他也愿意就是全心全意的生活在另外一个领域，然后透过这个新的领域的想法跟做法来检视自己领域，那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我们最近在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专案，叫做 T 大使。那大家如果有看到我那个扮成哆啦 A 梦的话，就是T 大使的这个 project 叫做3T.org.tw 未来制造者，那就是有个脑波控制的，这个也没有问过我。那按了之后就可以立即申请了。那这个题目其实跟其他的产学合作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并不是刚毕业的学生去给人使唤，相反的是刚毕业的学生他去急需数位转型的地方，甚至是我前两天才碰到到了就是台湾应该是南回那边吧的一个题大使，就是以前都是这种题目一定都是大家就往北部集中，因为数位转型嘛，这个职缺想当然的都在北部。但是不是嘛？因为需要数位转型是全台湾都有嘛，所以我们现在是反过来，就是鼓励大家，因为北部的名额非常有限了，绝大部分都开在中南部跟东部，那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学到的这些东西，但是是走入这些实际的场域，然后至少半年的时间跟这个场域一起生活，然后一方面被它改变，因为很多人对于农业啊，对于观光旅游业啊，都还是停留在很古老的想象，但现在其实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一方面清掉自己脑里的怪去了，那二方面也是说，但是你还是带着创意思考，带着数位转型的能力去嘛。那所以另外一方面也让那边的人，有点像大小学办那个计划一样，让在地的朋友知道说，线上的社群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事实上，现在因为产品是人权，任何人按个键就可以直接连上，视讯也没有那么困难，大部分的都没有那么困难，不用特别再去学一大堆程式语言啊，C++
什么的，大家一直都觉得说，哦，那数位转型就是 AI 就是要学 Python， 学 Python 很困难等等。但是事实上不是嘛，现在大部分人都可以用很直观的方法就来规划，就来解决。所以我是觉得多一点像这种横向的地大师的这样子的教案，那或者资深的业师也愿意跟年轻人学习啊，教学相长嘛，那变成所谓的 T 师傅啊，这个亲民共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出来的一种解决方案。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解决方案，但是大概都是在跨领域、跨时代、跨场域这三个如果都同时做到的话，我们通常看到结果是特别好的，因为各方都有就是能够学的地方，不会变成一边觉得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嘛，因为大家都有就是可以觉得自己有缺口，那对方变成对方的入口这样子的地方，那比卡在单一的时代、单一的场域或单一的领域，那就很容易就有那同一个跑道五步一线跑三步的那个感觉会出现，所以尽量不要有这种感觉，尽量去斜杠，那最后变成横杠，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当然不是说要把这个单杠、竖杠拆掉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要有一个立足点嘛，所以这个立足点是很重要的。有38位朋友问说：“女人您好，请问平常穿搭会是有什么巧思吗？”当然有一些巧思啊，像每件衣服，它大概如果有人问出来为什么穿这件，我大概都可以讲一个故事出来啊。那我最近的这件是他们在桃园有一个叫四日工坊，那四就是4秒的4，那它这个有点像 story wear。它就是一个比较时尚，但是其实它的材料都是废弃二次利用的牛仔布，然后它去跟需要二度就业的这些朋友们合作，然后来缝制。那每一件它的设计啊、它的缝制啊等等，它后面造成了什么 social impact， 就是它让环境和社会变得怎么样更好，它都给得出交代。那当然一方面有年度的回应报告，那但是二方面有网站、能社创新平台，大家都可以上去看啊等等。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了解到说它这三种底线嘛，就他当然要做生意，要赚钱，所以有经济的这个 bottom line， 但是它二方面也让社会重新整合变得比较容易，所以它正面的社会价值。那三方面，它把本来可能会变成废弃物的这些牛仔布，变成 upcycling， 变成附加价值更高的运用。那所以在这方面，也让做资源回收的这个场域变更多，就不会只是就是大规模赚很低的 margin 的人才来做回收，而是说跟设计师合作之后，他 margin 变高了，所以他就可以来做所谓的循环经济，那就超过本来的回收的那个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听到回收，都会觉得每次回收可能还是品质打个95折、打个9折了，但现在说你每次回收其实你可以卖更贵，那这个跟以前的回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同时有这三方面的好处，那这个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大概就是可以分成这三种底线去破断它，所以大概每一个都有这样子的故事了。我前面的比较厚的那一套衣服是新彩的咖啡沙，那它是用12个保特瓶加上5杯喝过的咖啡的咖啡渣去组成的哦。那同样的也是循环的时尚，那同样的也是机能的布料，所以反正每一个它的能够给得出交代的程度越大，那我们就会越愿意就是整天穿在身上，并且在有像这样子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来做一下业配。那它越是只是为了赚钱，但是忽略掉社会或者是环境的影响，那我就越就是敬而远之。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一天到晚都会有这样子的衣服，这样大概是这样子。那好，35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政委，您幼时希望能够发起台湾教育革命，那么目前您认为台湾教育最需要进行改革的事物是什么？其实在国教阶段能够做的，我们当时在立邦课纲课堂会差不多都做了，所以也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那个想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我们在当时在体制外，在实验教育，当时不叫实验教育，在公民不服从的那个阶段试的一些东西，现在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好比像说在中学阶段就有选课啊、自主学习的课程啊，或者是现在所说的这种跨年级的这种编班啊，或者是加深加广啊，跟在这些大学合作啊之类，那当时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就只能用这些资源来做。但现在都已经变成主流嘛，只要那个学校的科大会同意，说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所以体制外的实验教育现在其实也是体制的一部分了，叫做实验三法。体制内的教育实验其实空间也很大，而且也常常被实验教育这部分。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想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可以说是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革命已经成功，同时还是要努力了。现在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刚刚讲的跨领域、跨场域、跨时代里面，我们现在在跨时代上面，我觉得还有蛮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现在的时代教育，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以前好像是很细嘛，每个学习阶段是一个 training program， 你专门教第四学习阶段就不会去学教第六学习阶段的事情啊。但是现在是当然，因为自发互动好，世新扬才已经一路延伸到终身教育，所以理论上是已经可以跨不同的年纪，甚至真的 literal 的轻盈共创，就是从幼教一路到托老啊，都可以在同一个场域来实行，并没有什么法律说你不能这样做。但是大家在开发教程的时候，真的有这样子跨时代在做的，毕竟还是比较少数。跨领域已经很多人开发了，跨场域也很多人在开发，我觉得跨时代比较少一点。那所以如果今天就是我自己要来就是投入第一线教育工作的话，我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跨时代的，就是同时学习的这样子。就是可能在地的可能六七十岁的朋友，因为他也是很关心永续啊，很关心社区啊。那十六七岁的朋友刚刚讲，他们也很关心永续，很关心社区啊。这两群应该是最好的互相学习的伙伴才对。那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学习方法能够把这两群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关注的一点啊。那有四十位朋友问说，委员之前提到我会使用番茄钟工作法，那每25分钟休息5分钟，然后每2个小时多休息一阵子。那是否还是有时间够用，或者是无法在时间内完成事情的时候，那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后来怎么解决呢？就没有解决啊，就是跟问题相处嘛，跟挫折相处。我真的想做的事情都不太可能在一个时代之内完成了。那举例来说，像刚刚讲到那个真的跨时代的学习，把整个教育系统变成完全分离，完全不分年级。这个就很难想象在一代之内可以完成，但是往这方向多做一点，好像每天都可以多做一点，所以因为这样反而又没有压力。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deadline 是好像说一个月，那你在这个月会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但是我随便想一个 idea， 这个 idea 可能都要50年，那这样你给自己压力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那你不可能持续给自己压力50年嘛。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反正会做多少做多少，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增幅嘛，就是把值得增幅的这些概念，那老婆影响各位，那各位想到了也不一定按照我的老婆来做嘛，可能你听到之后有自己的诠释，那你可以去多做自己的2次的3次的创作，那这样好，那集合大家的力气，那总是比较有机会5、60年之内把它做完。所以对我来讲，其实世界在我登出的时候比我登陆的时候好，我就已经心满意足。我没有说一定要好到哪里，好到多少，好到什么程度。那但是如果大家都保持这个想法，那加总摊提来讲，总是会往比较好的这个情况来发生。那反之，如果我是说，那我只是让我当下一时这个生活过得比较愉快，但是我用不永续的方法来做，那我牺牲掉后代的环境或者是社会，那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后代可能会骂我，那二方面从后代角度来看，我就是在施加给他们压力，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漫不经心是变成他们的负担嘛，所以我尽量不造成后代负担，能够帮后代稍微存点款，在刚刚那三个就是保障来之一或者全部都可以，那我每天有这样做一点点，我就蛮高兴。那绝大部分没有解决的，那我就继续跟他相处，跟他相处久了，其实这些挫折啊，这些不舒服啊，这些不完美啊，你慢慢的我也可以开始欣赏他，然后他也会有一些能够教我的一些事情，反而比起我
急着去解决。那我如果急着去解决，我一定只能解决好像瞎子摸象的那一小小点嘛。那这样反而让我也比较难看到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也觉得好像时间不够用的话，那可能也可以放过自己，就是不是放飞自己，虽然放飞自己也不错，就是说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我以前就是怎么讲，我如果硬撑着熬夜，那我睡不够，睡不够的话，那我是在对明天的自己残忍。所以我不如今天先睡够再说啊。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哲学概念，可能也不是哲学概念，就一个生活心态吧。我第一次碰到这个概念，应该是小时候看迪士尼的《狮子王》，那叫哈库纳马塔塔，有一个这个专有名词在描述这件事情嘛。好的，那有43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老师您好，我的游泳课跟篮球课都快要被打掉了啊。可不可以安慰我两句话啊？那当然可以嘛。那第一句话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第二句话就是，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啊。那你如果真的被打掉的话，那你就有就是想一想，那你被打掉之后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的方式，你就不会一下子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因为接下来有压力的时间又在比较后面的时间了。那所以就是先做好心理准备。那做好被打掉的准备，如果后来没有打掉，那不是更好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做最好的打算了。那这样子心情就不会那么不好，这样子。那但是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不要被打掉。有43位朋友们说，请问您会后悔放弃高薪与好的前景回台湾当政委吗？工作中有什么事情是让您会觉得灰心丧志以及无能为力的？当然一方面我所谓放弃高薪也就还好，就是我在加入那个前的薪水大概是现在的3倍，所以也不是说真的很高，就是变成3成。那但是变成1/3对我的学习啊，或者是我的研究工作啊，其实是蛮有好处的。我当教了之后反而可以发挥的，我以前在苹果、在牛津、在 Social Text 反而没有空发 paper。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政委这个工作，它是协调各种不同价值的工作，它必须要照顾到反对我们，甚至是攻击让我们觉得灰心丧志的这群人，但它还是国民嘛，我们还是必须照顾它。但是我以前在苹果的时候，你不买苹果呢，那就不买了，对不对？为什么要理你？我本来就只是要照顾有在用 CV 的人嘛，那个想法是比较单一、比较限制，而且比较狭隘的。那而且苹果有很多 NDA， 所以我要发 paper， 我也不是没有发表过一些演讲什么，但是每个都要签准，就是说好，那我这一段我用 open source 的方法做，我也不收苹果钱，那我来换我可以在学术界发表的这个状况。那但是我在政委这个任上，大家都知道我是极尽透明嘛，就是做的事情都是不怕人知道，只怕人不知道。我的各种发表，那比方说我现在在商周的专栏，在天下英文版的专栏，在风传媒的专栏啊，之后好像还会讨论要不要开个 podcast 啊等等。那这些这个真的闻到院长手上，院长就签了，每一个都直接签过。所以除了7个兼职之外，还3个专栏等等。那这些都是让我觉得说，那我学到的东西更快的能够让其他人分享一些，告诉我说哪些不足之处，然后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多。那以前在苹果真的有一种在就是国防部工作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个都是 need to know basis， 所以你不需要知道就不会知道。那要发表的话要非常非常长的这个程序哦，所以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我觉得我宁可拿1/3的形式，然后能够先从现在 work online working public， work with the public 这样子的做法。那有没有什么会无能为力的一些事情哦？其实这一切都是看你怎么看，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那就表示是其他人比较适合来改变，那所以我应该要做的就是我去授权他来改变。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公务部门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谁指出问题，在公务部门里面谁就要去解决问题。如果你指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话，那通常下场就不会很好。那但是我们这套社会创新就是在说，任何指出问题的人，他指出的时候不一定要负担解决问题的责任，但是他要引介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也来看到这个问题。这话怎么讲呢？好比像说，我刚不是有那个展示那个竹子稿吗？
那这个竹子稿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大家怎么想的。你看我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大家讲了一句话都会公开，然后教育部的技职司一开始就开始说，五格肌才是体育，五格肌才是身体活动啊。在场里面有学教育体育的朋友，所以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嘛，身体就是五格肌嘛。Anyway， 还有非常明确的定义，所以如果没有动到五格肌的话，那就不能算是体育，对不起。那电竞只动手指啊，所以就是大脑里面也没有五格肌嘛。那所以它总是不是体育啦。那而且很难想象小学生在体育时间打电竞打个半小时然后去上课的这个状况，所以总是不会是体育署的事情。然后那可能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吧，而且体育署没有预算，对啊。那文化部就会开始说，这个我们是做文创啊，那但是文创还是奠基在这个悠久的文化啊，琴棋书画都有百年的传统啊，所以是不是等电竞有百年的传统的时候，再来找我们文化部呢？那当然电竞是没有百年的传统，电脑也才刚满百年而已啊。那所以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那到经济部工业局，他们也有派员来，他们就说，如果你说竞技选手的权益的话，那个球场可以说是经济部的没有问题，甚至那颗球标准局也可以帮忙检验，但是没有听说选手要经济部来培养，有没有这种事情？这应该是体育署的事情。那所以在一开始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蛮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三个讲的都蛮有道理，那而且他们也不得不这样讲，因为他们要捍卫他们部会的价值，一个部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价值，他就会被组改成并到别的部会。所以现在还活下来的，按照那个就是演化论的原则，都是很有他自己的价值的。好，那所以我怎么办呢？我真的我坦诚，我说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就很公开的在后面就是有了很多这个说感谢大家的说明，理解大家的 concern， 理解很多考量什么之类之类的。好，那然后我就停在这边。然后这一份主字稿，因为它全文检索可以找得到，那在大家编辑完之后就公开。公开之后呢，就有非常多的响应，开始创新，开始想新的想法。至少就在 Mobile 01、巴哈姆特、雅虎电竞、PTTLL 版、八卦版，我应该还漏了两三个。但是在某些这些场域，一看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那这都开始讨论这份稿子。那这份稿子，一开始留言的都是很情绪性，那带风向，其实根本没有看过这份稿子。那但是大概到第五个留言就会非常建设性，就是专业的五楼啊。那专业的五楼在每一个场域，只要有一个专业的五楼，我们就有四五个专业的五楼的意见。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先承认我无能为力，然后我说那不然怎么办？你请你来嘛。那专业的五楼真的就提出很好建议。我比方说，就有一个网友说，他的认知里面围棋是一种回合制的电子竞技。那因为围棋都是在网络上下的。那而且那一年 AlphaGo 下的也累好了，那而且大部分职业棋士他在训练啊等等，其实也都是在电脑上面来进行，所以其实任何适用于围棋的专班替代役等等，你完全不用改现有的，你只要把围棋认定成回合制电竞，那就解决了回合制什么智力竞技表演什么事业什么之类的啊。那还有一位朋友说，那我们如果叫这个体育，这个大家觉得不 OK 的话，那我们把它叫做就是专业技艺表演者啊。那因为这个教育部有表演艺术的那边，所以表演艺术的那边是可以来承担啊，不一定要体育组来承担，开一些公共表演啊，开直播啊什么之类。那其实每一个真的都很有创意，有创意到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承办人本人啊？然后就是换一个那个匿名，然后跑来推文啊，那因为他真的很了解状况。但是就是因为 PTT 也是笔名嘛，所以就跟那个我爱大象，大象爱我一样，就是除非他揭露他是谁，不然我也没有办法热搜他。所以总之就是感谢这些专业的舞蹈，我把这些意见全部带回到会议上。那我们各部会的朋友都发现说，怎么像你这么专业啊？当然因为不专业的我也没有带进会议上嘛。那所以他们就发现啊，真的在这些专业上面的意见之下，真的叫做专业的记忆的表演者等等，把它叫智力运动等等，他们真的都可以接受。所以这样来回协商了两三次之后，就解决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会心上是无能为力，完全是看你自己在这边把这个吞下去，然后找自己麻烦，
还是你把它公开出来说，那这个我真的无能为力。但是数位政委就是不止一位哦，那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是数位政委，然后欢迎专业的朋友来提出意见。那这样一下子，我们说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嘛，所以在大家的协助之下，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那我们就剩最后的五分钟啊。那切斯的朋友们说，委员真的想听你唱 rap， 拜托选我啊。好吧，那既然有76位朋友，那就来唱 rap 吧。就是你只要把那个歌名打进去，他立刻就可以直接选出他的歌词来，完全不会就是需要你还要点开网页。那就按我讲吧，来再按我讲。I was a bastard orphan, son of a whore and a scotsman, trapped in the middle of a forgotten spot in the Caribbean, a providence and poverty's father, grew up to be a hero and a scholar. The $10 founding father, the dollar father, not a lot father, working a lot harder by being a lost mother, by being a self-starter by 14, by placing in charge of a chicken china. And every day was like we're being slaughtered and carted away across the way he struggled to carry his car. Inside he was longing for something to be a part of the bottle was ready to back steel bottle or pot. And a hurricane came and devastation came on men's side. Future jerking them a dream. But a pencil to his temple connected to his brain. He wrote his first refrain and passed him to his pen. Well, the word got around, they said this kid insane. And took up a collection just to send him to the main. But get your education, don't forget from once again.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Alexander Hamilton. My name is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re's a million things I haven't done. But just you wait, just you wait. When he was 10, his mother stood forward with that river. 2 years later, said Alexander, his mother, that river have died. Sitting on your own stick, the sand thick, and Alexander back. Moving with a cousin, the cousin committed suicide. Lightning was more than burrowed in crime. Something new inside of him saying, Alex, you gotta fend for yourself. He started reading, every chain is on the shelf.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to do for someone less to steal. He would be that, that's to do without a step of institution. So he went clicking from his land, on his land, on trading ship, came and running all of them he counted for. Scanning for every book he can get his hands on.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saving now as he stands on the bow of that ship, headed for a new run. In New York, you can be a new man. In New York, you can be a new man. In New York, you can be a new man. Just you win. Alexander Hamilton. We are waiting in the wings for you. You can never back down. You never learn to take your time. But Alexander Hamilton, America sends for you. Would they know where you overcame? Would they know you rewrote your game? The world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谢谢。
那我记得我刚刚我有一句话，他有回答到我的提问啊，哈，原来怎么维持创新心智，就是不要选边站啊，不要选边站，才有可能保持创新啊。我学习很大，我记在心里啊。谢谢郑伟。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这样子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参与，希望大家都更知道自己怎么可以创新，让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很有意思、很好玩。然后最后就是睡饱很重要。